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挑战《植物大战僵尸二》原版《未来世界》第十六天，收集阳光，种植植物，抵挡僵尸入侵啊！说明这是一个普通关喽。好，来看一看我们这关所要面对的僵尸啊，喷射机僵尸，然后呢是机甲巨人僵尸，以及迪斯科3000僵尸、屏蔽罩僵尸，也就是电磁盾僵尸和机甲路障僵尸啊，这是很传统的玩法啊。就是很猛呗，这关有可能啊，我们直接开始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种植阳光。继续，向日葵。三个向日葵了。第一只僵尸出现啊，我们来放置一个火焰豌豆吧。第二只僵尸竟然出现在同一行，这是上天对我们的眷恋吗？继续，现在有七个。向日葵啊，接下来我们要批量的来种植攻击型的植物，电击蓝莓、火焰豌豆，再来一个火焰豌豆，电击蓝莓，电击蓝莓重新装填非常的快啊。好，继续火焰豌豆，好，出现了一个机甲僵尸啊，下面呢还有一个路障僵尸和普通僵尸，现在的攻击战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再来种一些其他植物，哎呀，还给我们一个能量豆啊，有买有赠啊。好，这儿来一个全息坚果，再来一个岩浆番石榴，直接炸掉你！呀，怎么回事？前方发现机械巨人僵尸，它会秒杀途经的植物。试试新到货的柚子吧，单体伤害爆发极强，大招还有克制机械巨人的能力。柚子什么意思？这儿啊，哦，来，这怎么克制了？哦，要放得远一点，我懂了。我的天，坑爹了啊！来，充能柚子，赶紧给我充能。还没充完啊，赶紧的吧！充能完毕，给我喷！这咋克制了？不好用啊！整的我们整个全乱套了，来，脉冲黄桃啊，还是我的原始的东西更好用啊！整的我们差点乱套了啊！来，充能柚子继续种一个，反正不要钱，免费送。这好像不是充能柚子，这是个橙子吧？这儿来一个樱桃炸弹。你看，机甲巨人僵尸啊，其实一下子也会死啊。来，吹走他们。充能柚子来，开始要钱了，350了啊。刚开始的时候是免费的。继续，又出现迪斯科3000僵尸啊！来一个脉冲黄桃，卸掉他的这个特殊能力。继续，下面又出现了飞行僵尸啊！三叶草吹走他，来个能量豆，再来一组能量豆，樱桃炸弹。再来一个，耶，搞定喽！